好，那我们就开始啊。首先呢是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量化历史网上讲座系列啊，博士研究生专场啊，我是香港大学的陈志武啊。今天呢我们开第一场这个博士研究生专场呢，其实目的蛮简单，第一呢是希望给很多的那个博士研究生和年轻的学者也有一些机会跟大家交流给大家介绍了他们最新的研究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不仅仅了解到那个最前线的最前面的年轻人做的最新的研究是什么同时呢能够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做就用量化的方法研究一些历史的话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也是我想借这个机会的这个欢迎大家这个给我们联系，如果你自己最新做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研究希望跟同仁做一些交流尤其是希望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建议评论等等通过这些反馈帮助你把自己的研究做得更好的话如果你想这么做也可以随时跟我或者是跟那个马志成老师联系这样的话呢当然我们会有一些那个审稿的那个判断的过程，因为我们还是希望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这个大的教授还是博士研究生，我们都希望每次这个讲座呢是非常高的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好，那么下面呢我来请那个我的同仁马志成教授呢来主持今天的这个第一场博士研究生专场。好，马老师。好，谢谢陈老师。刚才陈老师已经介绍了我们今天是第一场博士生专场演讲。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生王庆同学给我们讲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史的报告。那么题目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个肯定是感到都非常兴奋，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现在已经有300多个这个听众，现在数量还在增加。那么王庆同学是一直在从事于中国经济史方面的量化研究，那么他的这个题目是直接检验一个非常经典非常重要的一个未解之谜，就是李约瑟之谜，就是中国的科技发展为什么在历史上在明清时期出现了停滞或者是说落后于西方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问题大家可能都知道，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完整没有一个令各方都幸福的答案，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个未解之谜。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也是它的迷人之处，就是吸引了非常多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史学家，甚至是科技史学家都去来探讨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王庆同学将从这个中国历史上学术和思想变化的角度来探讨，那么就是宋代以来理学的兴起是不是对于中国历史上明清时期科技发展的停滞或者滞后有一个重要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王庆同学。同时呢我想先提前再说一下，今天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另外两位博士生来作为我们的点评嘉宾，所以说我们这是绝对是一个非常纯正的博士生这个 webinar 专场。那么这两位博士生呢是来自于香港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的段黎同学和栾孝阳同学。很巧他们俩也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史和学术史。那么等那个王庆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讲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邀请各位两位评论人来参与这个热烈的讨论。那么最后呢我们尽量多留一些时间给观众提问。那么观众呢请你们把你们的问题留在留言板上，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根据时间挑选一些问题来供这个王庆同学参考和解答。 OK， 好的，谢谢大家。那么我们现在邀请王庆同学。好的，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的介绍。各位老师好，各位同学好，我是来自人大经院的王庆，同时呢也是第六届量化历史讲习班的学员，所以说今天来这个 webinar 的话呢也可以作为我回来交的一个作业。
我今天讲的主题叫做儒家文化转型与中国明清时期科技发展停滞。他讨论的呢其实就是一个文化与科技的交叉的问题。首先我要声明的一点呢，就是目前这个研究呢还是停留在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而且我本人对于儒家文化的理解可以说非常非常非常的粗浅，所以说如果有认识偏差或者是理解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好的，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简单的去带大家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情况。其实绕不开的话题嘛，就是这个李约瑟问题，或者叫李约瑟之谜。李约瑟本人在上世纪中期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领先于西方，但是到了十五世纪以后却逐渐开始落后。其实这个李约瑟问题在最开始的时候，它的狭义版本就是完全停留在这个科技史的层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李约瑟问题逐渐像马老师介绍的，它变成了一个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可能科技史学等等等等各个领域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其实就像那个熊进武老师有一篇文章提到的，就是现在的李约瑟问题已经跟大分流问题很像了，就是很难做一个详细的区分。这里面我们不去讨论说李约瑟之谜它是否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这个东西可能讲起来会比较费时间。实际上呢，自林一夫老师上世纪九十年代那篇文章发表在应该是在 EDCC 吧那个杂志上的文章，在这个之后的话，经济学界其实是对李约瑟之谜有很多的讨论了，然后也提出了非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呢，就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吧，文化论里边其实是比较缺少经济学界的声音的。那么本文的话呢，其实相当于是作为一点小小的补充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现在不去具体的去谈这些各种各样的解法，然后我想先大家带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十五到十九世纪这段时间里，相对于西方肯定是相对来说是滞后的。但是这个明清时期的科技发展的水平，它相对于宋元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可能还是存在疑问的。那么带着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我做了大概两方面的探究。其一的话呢，是基于科技事件。材料的话呢，使用的是艾素珍编辑的叫做《中国科学技术年表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里边蓝色的曲线代表的是科技事件的绝对数量，然后这个金色的虚线呢代表的是剔除了人口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称之为事件密度的这样的一个指标。这个里边我们看到在北宋以后其实存在三个比较大的高峰。第一个的话呢是在北宋的中期，大概是在十一世纪的之交。第二个呢是在宋元之交。第三个呢是在明清之交。所以说从这个图上来看出的话，我们其实不太能够说明明清时期的科技发展是绝对停滞的，这个是没有实际的证据支持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其实跟前面的有点相似，前面用的是事件作为成果的代理变量，然后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使用的是科技文献的代理变量。这个思想的话呢，直接来源于Cheney。他在2016的那篇文章，他研究伊斯兰科学里边的话呢，也是使用了伊斯兰的这样的一个文献留存的情况。Cheney 的话用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但是其实中国的话呢是有一个更为丰富的文献留存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所以说我在这个王承略先生主编的这套书里边的基础上，然后对于中国古代的文献进行了一个摸排。这里面就不细展开了，我们只谈两个结论。首先的话呢，就是科技文献的总体数量上，那么从宋代一直到清代，其实都是呈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可以去讨论的地方。第二个的话呢，我想说的是这个科技文献的占比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说科技文献的占比它可能代表着当时这个知识阶层的一个研究的兴趣，
那么这个指标的话，在宋代以后确实出现了一个不小的下降，而且在明代的话呢，是出现了最低点。带着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今天的汇报。最近就是前一阵有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大家不知道看没看，叫做《觉醒时代》。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就开始进到了一个很关键，然后也很有意思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去系统性的去反思跟重新评价儒家文化。那么对于这个经济史学者来说，或者我们这些爱好者来说，最直接的就是儒家文化跟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很多学者的话，现在比较主流的可能是强调一种正面的作用，比如说像这个龚老师跟马老师那篇文章啊，常读常新的文章，就是讲儒家文化会通过这个抑制社会暴力，然后去促进一个社会的发展。再比如说冯晨的话呢，也会说这个儒家文化本身会通过提高社会人力资本水平去实现一些正面的作用。但是呢，也有很多研究说明这个儒家文化它可能对经济发展是有负面作用的。比如说陈老师他会强调这个儒家文化的某些特质会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造成一个所谓的金融大分流的问题。然后像这个 Grave 和 Tabellini 他可能说这个儒家文化那种强的人身依附关系，那种家族性会阻碍经济发展。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然后我就越过了。第二支的话呢，直接相关的就是儒家文化跟科技发展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比较传统跟古典的观点是强调说儒家文化对于科技发展是阻碍的。比较著名的像古外学者就是韦伯和李约瑟。李约瑟本人的话呢，其实观点是比较暧昧的。他个人来说的话，可能更觉得道教或者是道家思想更适合促进科技发展，而他认为这个儒家思想对于科技的态度是漠不关心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华人学者里像李泽厚啊、任继玉啊、刘子健其实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然后本文的话呢，其实最主要的是检验任继玉老师的观点，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详细的介绍。那么同样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对于科技发展是促进的，比如说牟宗三先生他讲这个儒家文化里面的这个仁跟智其实是二者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那么他讲的这个所谓的内圣开外王，意思就是说，那么儒家文化对于这个仁跟智的理解其实是可以催生出近代科学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第二个观点就是一个于爱国老师，他认为说儒家文化里面这个世人的这个崇高的使命感，他的这个经世济民的理想，他会促进比如说像农学呀、医学呀，然后这个天文学啊，这样的发展。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就是这种理想的一个体现。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其实一种间接的说法，就是儒家文化可以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的提高，然后去刺激一个社会的科技发展等等。这个里边下一章我们来谈一谈任继玉老师的说法。任先生的话呢，对儒家文化是多有批评的，而且很多批评是比较尖锐的，我们这里来批判的看一下。我就不太复述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啊，就是这个任先生说这个朱熹的格物说绝产生不了科学家，他这个判断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原文，说的很有意思。这篇文章叫朱熹与宗教，来可以看一下。 OK，那么其实就是这个儒家文化与科技的争论，始终是没有一个实证证据的检验的。它背后的道理，然后我自己这个瞎琢磨啊，可能是有这么一个原因。首先，儒家文化本身它是一个很有历史性、复杂性和延展性的一个概念，那么它在不同阶段方面的，它在不同的阶段的方面和特点，那么可能对于科技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来说的话，我们可能要通过理论去先锁定儒家文化中那些能够和科技发展直接作用的成分，这个是理论上的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二个是在数据上，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像这个还是那篇文章，这个龚老师跟马老师那篇文章，他其实用了这个祠庙啊，然后烈女啊等等的数据，
它一般来说它只能度量这个儒家文化的整体影响，就是还是不能对于这个儒家文化中的部分因素做一个小的区分，做一个更为精密的区分。这个文章的话呢，可能存在着这样三点的一个编辑贡献。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本文提出了儒家文化阻碍可以发展的一个假说。这个假说的提出的话呢，可能就是会对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儒家文化的思想遗产有所帮助。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像之前提到的，就是说李约瑟问题的这个诸多研究里，文化论还是比较少见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可能为这个莫吉尔他提出的这个叫思想市场理论，然后提供了一个中国的案例，这样子。好的，我们进到第二部分，历史背景。其实是在隋唐时期，特别是中唐以后，儒学的话其实是面临了一个总危机。挑战者的话呢，就是这个佛教啊跟道教。那么在这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儒学的话呢是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自我革新，也有人称之为理学革命，或者叫新儒家等等等等。如果说以人为线索的话，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它应该说是发轫于北宋五子，然后集大成于朱熹，然后发展于王阳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脉络。然后这个里边的话呢，我要重点去强调一下我本文的一个定义，就是什么叫做儒家内省化。就是我认为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和制度化，那么儒家文化呢在中国它的发展出现了一次显著的从外王向内圣，从自然向伦理，从社会向自我，然后从世俗向神秘的转向。这个词的话呢，其实也不是我这个主观臆造的，它有很多的来源。比如说任先生提到说，儒教不向外观察，而是向内反省。再比如说刘子健先生那本书叫做《中国转向内在》，其实我的一个思想的最直接来源就来源于这四个字，转向内在。他讲说中国十一到十二世纪新的文化模式转向了趋于稳定、内向，甚至实质僵化等等。内省化呢其实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概念，它并不只是说是体现在治学方法上，它可能体现在这个文化呀、经济啊、政治啊等多个层面。其实像这个之前评论者提到的，也很接近于这个道德主义的这个概念。我们这里只提一点，就是内省化的直接表现或者叫外在表现。这个里边的话呢，提到了两位学者，一位是明道先生，一位是伊川先生。那么二程的话呢，其实都是有一些僧侣化的表现，比如说这个明道终日坐如泥塑人，然后这个他的弟弟呢每见学者静坐便叹其好学，都会有一些僧侣化的东西。就比如说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啊，就是这个叫做程文立学，讲的就是他们的学生杨时，当时小程正在明坐。那这个明坐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睡觉，应该就是进入到一种冥想的状态里。然后他讲这个在小程的门外一直站到了这个雪深几尺的这样一个程度里，就体现出这种治学方法上。那么这个理学的一个主要的批判的起手，颜渊就提出说这个朱子说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那就相当于是让你去半天当和尚然后半天当汉儒。这个批判的话呢有点小小的尖刻，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到位的。好的，我们下面去谈一下本文的理论假说。我们提出儒家文化转型阻碍了科技发展，大体上是由一大一小两个原因。首先是小的原因，就是宋明理学吧，他主张静坐顿悟的研究方法，和这个近代科学产生的这个基石，就是这个实验方法，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就是像林一夫老师的话呢，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的话呢，就是我们更加强调的是第二点，就是理学的兴起和制度化，它实际上是造成了中国知识阶层对于科技的兴趣的衰退。然后另外的话呢，在激励上，因为这个衰退，然后导致了社会对这个科技人员呀、科技发明啊，
它的评价的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下滑，那么就挫伤了他们从事科技活动的意愿跟积极性。这二者的话呢，就共同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有用知识的积累严重不足，所以说还是一个关于激励的问题。这里边的话呢，我会花很多时间去讲一下我去怎么构建这个内景化指数的。大家应该对这个龚老师跟马老师篇文章有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利率指标作为理学影响的，当时讲的是儒家文化影响的代理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印象。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可能通过列女指标我们能够去刻画出儒家文化的另一面，或者叫一部分。具体来说的话是这样一个思路。首先的话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时间上，在时间维度上，列女指标是一个有所变化的一个指标。第一点的话是它的数量是有变化的。那么在明代以前的话，根据这个梁儿明老师的统计，在明代以前的话，就是中国能够进入到地方治理的列女的人数是不足千人的，然后明代的话呢达到了6000余人，然后到了清代初年到嘉庆中期，这应该是不到200年间，然后就已经超过了8万人，所以说这个数量增长，这个数量的这个级别是有一个大的突破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节烈的地位在地方之中是不一样的。在明代以前，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地方治理只有人物这个条目，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既有男性人物也有女性人物，但是在明代以后，这个女性人物就被单独抽出来，成为了一个叫做列女条目。自此以后的话，地方之中列女就基本上只记录贞洁列女，就是有节烈行为的这样的妇女，然后人物条目里面会记录当地的精英名流。其实出现这样变化的主要原因，现在有一种说法可能是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导致的，但其实是我觉得可能是比较这是一个比较侧面的东西，或者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东西。最最为重要的就是理学控制的加深的问题。那么理学在中国建立起统治地位的话，应该是在元末和明初的这段阶段里。从这个明初开始，这个中国产生了一种叫做所谓的列女生产机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上到国家，然后中到家族，然后下到个人，其实都是服膺于这套生产机制的。那么从这个地方制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些方制的编修者也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树立这个妇女的典型人物，然后增加自己的这个节烈数量，去彰显一种某种地位，然后起到一种就是劝化风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OK， 大家可以先看这个右边这幅图，就是这个我把这个列女和人物分别和这个州府的进士数量、进士的一个密度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散点图的一个绘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无论说是这个列女的数量还是人物的数量，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人力资本的一个代理指标。但是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曲线的这个斜率的不同，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它暗示着我们列女这个代理指标里边其实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相信，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发现一些证据表明，这个人物这个数据，就是这个地方男性精英的数量可能跟当地的人力资本发育水平是一个高度相关的。但是这个列女的数据、列女的数量，它可能其中还包含了一些道德主义的因素，就是所谓的三纲五常呀、三从四德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个的话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去利用这个一些技术手段去剔除掉这个人力资本影响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所以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然后呢我去构建了一下这个所谓的内型化指数。它可以理解为叫做一个州府
女性人物相对于男性人物的一个膨胀水平。道理的话也很简单，就是说假设在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那么一个地区如果进入地方制的贞洁烈女的数量越多的话，那么它相对于男性人物的比值就越大，然后那么可能就代表说这个当地里面受理学中三纲五常的影响就越严重，这个意思。 OK， 这个里边我可能要去强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相当于是用明代的数据去构建了内省化指数。这个里边的话呢，其实看着这个公式里边T 这个变量，这个变量是没有的，我好像把它忘了删掉了，不好意思。我在这里面主要用明代数据原因有三点。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嘉庆朝重修的大清同治里，它清代的数据是不完整的，然后明代的数据的话呢相对是完整统一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像梁老师在 AJA 那篇文章强调的，就是说清代前期那么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妇女的相对收入出现过一次很明显的提高，原因是因为所谓的叫棉纺织革命，那么这个数据就可能是被污染的，所以说就没有用这个数据。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是说这个文化本身是具有持久性的，就像那个龚老师的那个研究也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孔庙的数量，孔庙的话呢也是大多兴建于这个清代以前的，所以这个的话舍清取名可能不会有太多估计上的偏差。之后的话呢，我想介绍一下我的另外一个核心数据，就是清代的科技人员数据。这个里边的话呢，我收集的清代科技人员数据呢主要有两大部分。其一的话呢是这个王珏教授主导开发的叫做 ASDAO 的数据库。然后它的逻辑呢其实不太复杂。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想去把这个正史中记录的所有科技事件跟科技人员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筛选跟梳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这个李迪主编的中国历代科技人物生卒年表。这两个数据集的好处在于说就是双方的用力点是不同的，然后但是却具有非常好的一个互补性。前面的这个 ASDAO 数据库呢可能它的优势在于说是官方记载，然后这个信度是非常高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佐以李迪的，是因为李迪很全，他相当于用了一个非常宽泛的方法，一个大口径去把这个清代的科技人员进行了一个收罗。我们从这个右图可以看到，首先上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一个地域上分布的一个不均匀。我们下面去谈这个问题。本文最终纳入回归分析的人数一共是791人。然后收集的信息呢主要有三种。第一个的话呢是在籍贯上，这个籍贯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科技人员的分布的话可能主要集中于这个长三角地区，然后以及这个直隶地区，然后这个沿海沿江地区的话要大于内地，东部要大于西部，有这样一个情况。然后那么在时间上的话呢，如这个右上所示，它的数量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逐年增长的一个趋势。另外在学科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天算农医四大学科占据了所有分类里的 60% 以上，然后里边的话呢是医学家的人数最多。这三个信息上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分布情况，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在后面的文件性检验里其实都是进行了控制。回到我们这个最开始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就是说，我们要考察一下一个地区受理学影响的差异对于这个地区产生科技人员概率的影响。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要一定要控制住的是当地的人力资本的高低。这个里边的话呢，我选取了大概三个变量，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人口数量，第二个的话呢是近视的一个密度，第三个的话是学校的密度。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在这个清朝的话，像这个学校是分为官学跟书院的，官学的话是定额的，
就是那个一般来说的话，平均来说就是一个县会有一个，但是书院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这个文化比较昌达的地区，书院会相对来说更多一些。此外的话呢，也控制了一些地理变量跟社会变量，还有的话呢，就是一些文化上的一个竞争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佛教跟道教，这里面分别控制了佛教的密度跟道教的密度。好的，我们往下看。至于模型上的话呢，我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因为这个数据结构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非负整数的这样一个数据结构，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模型。那么通过一些必要的检验，最终确定了模型是负二项回归模型。然后我们所关心的这个显性指标呢，就是贝塔一。如果贝塔一显著为负的话，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个儒家内省化对于科技人员的产生是有负面影响的。我看一下时间，应该还行，我这边可以慢慢来。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这个基准回归结果。那么从这个列一跟列五可以看到，这个内省化指数的系数始终是显著为负的，而且呢，在这个控制了各种各样的人力指标之后，它的这个数值也是趋于稳定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说，我们之前的假说是成立的，内省化思想对于这个科研的产生的确是存在一个显著的抑制作用。那么下一个发现可能要更为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对比这个列六跟列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我们以1800年为界的话，这里需要强调一点，我们为什么要选择1800年，就首先的话呢，就是因为一个大的问题，因为1840年的话呢是这个近代史的开端，就是之后的话中国独立发展的这个独立发展的这个过程被中断了。然后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一个人的话的知识体系应该是在中年以前建立的，那么如果我们选择1800年为界的话，那么这个人在1840年的时候应该已经到了40岁，他的这个知识体系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突破，所以说可以以此为界分为这个清前期跟清中期。另外的话呢，就是清朝本身的这自然时间决定的，1800年呢大致就在它的这个自然分界点上。回归结果显示，这个第六列的显示，我们发现这个系数值啊和这个显著性水平其实都是要大于这个19世纪以后的。那么就说明内省化思想对于清代科技发展的一个这个负面作用，它虽然始终存在，但是呢伴随时间影响的程度上是有一个不小的衰减的。具体的原因的话呢，其实从直观上来说的话可能有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用的使用的数据啊是这个明代的数据，那么其实就是这个内省化思想它会有一个自然的衰减，这个很正常。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可能清代中期这个儒家文化出现了一次自我革新，或者叫所谓的思想解放。还有第三个的话呢，就是19世纪以后，那肯定这个外来文化进入了嘛，然后这个西方的话就会带来比如说像这个直接的像这个科技成果，然后第二个会带来这个科技人才，然后第三个的话呢会增加这个科技教育的供给，而等等等等都会对这个结果造成影响。下面呢去谈一下这个内生性的问题的处理。首先的话呢就是这个遗漏变量的问题啊，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你要去构建一个指数，那么指数构建的这个误差也可能会存在内生性的问题。这个里边的话呢，我那个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我的一个思路，就是之前的数据表明我们这个所谓的内省化指数它的构建的话呢有两个核心指标，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明代的列女的数量，第二个的话呢是明代的一个人物的数量。我们对这个指标的文本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两者在时间维度上的分布呢是不均匀的。其中的话呢，这个列女数量在时间维度上的分布是这样的，它的前期跟中期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大量的列女都产生于明末。然后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明末出现了大规模的战争，然后那么受理学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就会出现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殉夫啊，
训程啊、训设计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但是呢，就是人物的话，我们发现就是以五十年为一个节点，我们发现从这个清初一直到就是不是不好意思，从明代初期一直到明代晚期，然后这个五十年一个分界的话，这个人物的数量是基本相当的，它的分布是相当的均匀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找到一个能够这个显著影响这个烈女的指标，就可能会对于这个内凝化指数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然后我们分析发现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驯服驯城，它大体上都是因为这个城市受到了农民运动的攻击，就是包括像这个李自成啊、张献忠啊等等，他们这个肆虐的地区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劫掠的一个行为的出现。那么我们就由此推断，既然明末农民战争肆虐的地域烈女人数会更多，然后人物的数据，就是著名的人物的数据又相对不变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们这个明末农民战争肆虐的地域它的内省化指数又越高。此外呢，这个农民战争本身可能就是不会通过其他方式去影响这个清代的根源的产生，然后就满足了一个就是跟扰动相不相关的假定。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明末农民起义地区就可以作为一个工具变量来使用。大体上的这个想法是这样的。这里面我们采用了这个 Helby 的一个两步法，然后进行了一个回归分析，然后结果发现呢，就是这个结论还是支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想法。这个里边的话呢，我继续的话要做了一个大概做了五项稳定性检验，都是基于这个数据分布的问题。就比如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地理分布不均的问题，这个大量的科技人员都集中在这个经济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那么我就把这个经纬度加到里边去了。结果发现的确是这个越靠东越靠北的州府可能产生这个科技人的概率要更高一些，但是它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这个内省化指数的这样一个分析的结果。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职业分布的问题。我们发现医学家的人数特别的多，而这个医学家人数的多原因是因为江南地区有很多叫做医学家族的出现，所以说他们的影响可能会对这个结果造成一些伤害。那么我们在剔除医学家之后的话，这个回归结果还是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此外的话呢，我们也对于这个其他的这个解释变量然后进行了一些替换，结果也不变。需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第六列我们使用这个清代的数据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回归，结果发现大家看到这个回归系数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绝对值大概提高了三倍左右。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之前的话，明代的数据我用的是个数，就是这个烈女和这个人物的数据我是一个一个查出来的。但是因为清代就像之前说的，清代的烈女数据是爆炸的，所以说我就把这个偷了个懒儿，就是把这个个数换成了页数，就大概查了一下地方之中这个烈女到底有多少页这样子。这个结果的话呢，我觉得也能通过一个基本的检验，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志体例是很标准的。一般来说的话，这个数据结构会导致说一页中记载的烈女数量平均来看是50到55个，它的差别这个方差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如果用页数来看的话，这个内省化的一个抑制作用还是显著的，但是这个解释上可能跟之前的是稍有不同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还补充了一些其他的控制变量，然后加入了一些比如说方言呀，然后比如说一些其他的社会经济条件，像什么税收啊之类的，但结果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所以说大体上可以认为这个研究的结果是具有稳健性的。之后的话呢，我想聊一下这个理学的影响机制，就是儒家内省化到底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渠道去影响到这个科技人的产生的。那么就是受到任先生的启发，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思想的抑制作用
也应该是通过思想去实现的。具体来说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渠道。第一个就是产生于本土，然后强调实用的这样一个普学的思想。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外来文化，就是以基督教传播为主要载体的西方思想。这个里边呢，首先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普学跟理学的不同。首先从内外上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个普学或者所谓的钱家汉学，它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外向的学问。它的话呢是强调说要把这个研究精力从对于这个内心的这样一个伦理性的这样一个挖掘转移到 外在的，虽然说也不是很外在啊，就是这个文本考据啊、文字训诂啊等等。但是他们这种方法，已经跟近代科学的方法是有很多的相似性的话。这个里边，我去刻画普学的影响地域的话呢，是使用这样的方法，叫做指人锁地。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先去确定这个有哪些是普学的大师或者叫研究者，然后根据他的出生地、师承跟师患进行了一个地理上的一个这样一个刻画。就比如说，这个戴震来说的话，那么他在哪儿当官，然后那个他的学生去什么地方当了山长，这样子我就把那个所在地的州府列为一，然后否则的话列为零，一个很简单的做法。这个里边的话呢，其实就分为两个步骤。首先的话呢，就是先看左边的这个左图，就是首先的话呢，我先去看一下这个普学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地域跟内省化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发现呢，就是内省化指数越高的州府，那么就是对于这个普学来说的话，接受度就越差。然后另外的话呢，然后我们看这个表六的左侧，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普学本身对于这个清代科研的产生是有一个促进作用的，特别是我们在控制住这个州府距离吴县的距离之后，因为这个江苏吴县的话呢，是这个普学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就有很类似于这个古登堡印刷术发明的那个地方，然后或者是类似于这个江南的这个纺织业革命然后发生的那个松江地区等等，它是一个中心。在控制之后，我们发现就是说，那么距离吴县越远的这样的地区呢，的确它的科技发展是要更加的落后，或者说这个人员产生的概率是更低的，这样子。综合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内省化思想阻碍普学发展跟传播，然后导致科技发展衰落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是基本成立的。之后的话呢，是这个考虑基督教。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大概做了两项工作。其中第一项的话呢，是看表五的图右侧，就是我们控制了一些基本的指标，比如说像这个教堂数啊、信徒数啊、然后基督教小学的入学数啊之类的。这个东西呢，不好意思说错了，应该是先看表六，然后再看表五。就是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基督教是否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这几个数据的话，特别是这个传入时间，我们发现这个基督教传入每晚一年，那么这个州府产生科研的概率呢就要下降 1.43% 左右。就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相关性，就是说这个基督教传入它会促进清代的这样一个科技人员的产生，然后其实也就代表着科技发展的一个速度的一个提高。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去表明这个内省化思想阻碍了基督教的传播，因为基督教传播的话大家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了，就是它可能本身更多的是根据这个地理位置啊，以及这个传教士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分布的一个情况去导致的，跟内省化思想来说的话关系确实不大。那么综合来看的话呢，我就非常简要的然后非常快速的去把我的研究过了一遍，然后这里边的话呢总结一下，一共有两点发现。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就是
本文发现内景化程度，然后对于清代各州府的这样的一个官员的产生是有一个显著的抑制作用的。然后在渠道上的话呢，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阻碍本土实用主义思想的产生跟发展实现的，而非通过这个排斥基督教外来思想实现的。此外的话呢，就是说在理学的阴影之下，那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他的研究兴趣是出现了一个迁移的，然后反映在职业选择上，就是说大多数知识精英他不能也不愿意去从事科技研究。然后我们认为正是这种现象，然后导致了中国这样的一个地质中国晚期有用知识积累的供给的长期不足，然后最后造成这样一个局面。那么本文其实也还说明，就是我们从一个平和的研究者的心态去出发啊，就是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去全面立体然后历史的去理解儒家文化的当代遗产，就是要既要肯定其中的积极方面，但是也要看到它当中可能蕴含着一些对于这个科技创新啊是存在抑制作用的负面元素。那么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要发扬什么摒弃什么，可能是一个未来要研究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话题。时间还够，然后我再简单谈一点我的思考。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就是从一个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发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在欧亚大陆上11到13世纪几大文明都出现了一次比较关键的文化转型。首先的话说是中国已经谈完了，就这个所谓的理学革命。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伊斯兰世界在这个逊尼复兴之后，它的这个科学技术也出现了一次大的衰退。然后第二个的话呢，第三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欧的科学革命之前的那个前夜，阿奎那革命大概就发生于这个朱熹之后的非常短的时间里，可能大概就是因为阿奎那本人是在朱熹去世后几年就出生，这样的一个非常巧的一个时间点。从阿奎那以后的话呢，那么这个西方的这个思想就是逐渐摆脱了宗教化的影响，然后就走上了一条就是通过自然去解释上帝这样一个道路，然后最终可能会引发这个科技革命的爆发。这个里边的话呢，我没有做过多的解释，我只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也好，或者其他也好，先放在这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更加的多的去强调一种这个社会地位和社会评价对于这个经济发展存在的作用。那么就像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来说的话，可能科学家的尊严在这次转型之后就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下滑。而在西方世界里就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个科技人员的地位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然后至于为什么的话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思想市场，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内省化的社会里，是否能够更多的去容纳这些不同意见的人的声音，也是对于一个社会的科技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这几点的话呢，都是我本人的一点非常非常不成熟的见解。我在这个论文的最后的话呢，也强调了说，只是进一步的思考，而非任何的研究成果。50分钟，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谢谢大家。然后画面交给主持人，谢谢。好的，非常感谢王庆的精彩演讲。他还给我们省了10分钟啊，看来是他想更多的来吸取一些这个大家的评论和建议。对，那么我们现在就先转入评论人环节。我们刚才介绍了，今天有两很荣幸请到了我们自己学院的博士生，一个是段黎，一个是栾笑阳。我们先请段黎先来点评怎么样？二位这个就点评大约10分钟，不要太长，好吧？就每个人点评10分钟，好吧？段黎。哎，好的，马老师，谢谢。那我 share 一下我的这个准备的一个 short slides。大家应该都能看到吧？就一个
slides。可以，可以。好，好，那我就十分钟以内完成我的 comments。王倩同学这篇 paper 是我之前就拜读了很多遍的，整个 dissertation 200多页、280页，我都是仔细看。今天他 present 的，我觉得只是他整个学术生涯成就当中的冰山一角。我首先跟他的一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所有做中国科技史发展都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 measure。为什么这个东西在王倩同学的 slides 里单独放到前面？因为这个确实是研究科技史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它不太像其他的经济史，你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 Y 或者 X。这个 YX 首先你得想到，然后第二你得自己去收这个数据，然后最后把它变成一个你可以用的 measure， 你要 construct 这么一个 measure，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 challenge。所以这个地方我也在王倩同学的 slides 上继续深入的分析一下现在用的比较流行的几个 measure。第一个 measure 就是本篇研究当中王倩同学用到的这个科学技术人员的这个数量。我觉得这个就每个 measure 都有它的 pros and cons 了，我这个地方就简单放了几个它的好坏区分。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就是好在它比较easy to collect，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信息古代一般记得比较完整，然后而且数量不多，所以 easy to collect， 然后 easy to match to time 也是因为它是一个人的话，你就可以找它的籍贯，然后从而获得时间和地理上的信息，你就有了一个 panel。 但是它的 cons， 它的负面的地方就是一般人的数据都不太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panel 的话，这个 variation 就会很少，每一个 entity 每一个 time 它的 variation 就会很少。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之后我也会提给王倩同学，就是这个作为一个科学人员，这个定义非常模糊，这个是比较难界定的，什么样的人算科学人员，我觉得这是这个 measure 的一个问题。然后下面一个 measure 就是做这个用 invention。 我知道好黄亚生教授好像是比较喜欢这个 measure，然后比较受欢迎的这个 source 王倩同学也讲到了，就这个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然后这个数据我之前自己也在我的博士申请的 proposal 里我也大概用了一下，然后当时的感触就是确实也很好收集，因为它有一个很成熟的一套书可以去搜，然后它作为一个 proxy for science 是大家也不会有任何疑问，就这个比较直观。然后问题就是你想，如果你想把它作为一个 panel， 那这个 location 这个地理上的信息是很难获取的，而且这个 invention 科技发明这个东西的 quality 真的是很难 control， 这个书里面有些 quality 很高，有些 quality 很 low 的，你要自己去 code 我觉得也是有 challenge。 然后第三个 measure 就是在王倩同学的 dissertation 的开头他也提到了，就是这样一个用书的存量方法来研究这个比较pioneer 的学者就是 Channing， 然后 Dittmer 教授他也用过类似的。然后我们中国的数据的话，那就是二十四史当中的译文志、经籍志，然后包括四库全书等等。然后这个数据它的 pros and cons 我觉得也是非常明显，就是说它的 pros 我觉得真的很强，就是让非常 tempting， 就是它的 observation 的量特别大，然后作为一个 human capital 的 proxy 也是非常直观。而且你要定义它的学科或者它是某个具体领域也不太模糊，不像科学家那么模糊。然后它的挑战就是这个 cons， 它的负面就是很难 match to 时间和地理，我觉得这个挑战很大，但是不是不能克服。这就是我对这三个 measure 的一些 comments，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我在王倩同学的基础上再跟大家讲一遍。然后下面就是具体进入我的一些具体的 comments， 对 empirical 这部分的 comments。首先是关于这个 XY 的建立吧，因为在王倩同学这篇 paper 当中是一个 cross-sectional， 然后 Y 就是这个科技，然后人员，然后 X 就是它定义的这个类型化的指数，然后是用的列举。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关于这个科技人员，我就是觉得希望最好还是在这四大学科每一个学科抓一个人物出来，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籍贯各种描述，这样我觉得比较让大家明白是怎么定义的，什么叫医学人，什么叫算，什么叫龙，这是一个大家想看到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类型性指数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我就是截的王倩同学的图了，这是他用的一个 low and one natural log one plus。 我觉得这个地方那个分母的人物呢，我是有一些我觉得可以换成人口应该可能更好，因为能被记入大清一统制的这个人物他应该也是符合某种程度上的儒家标准，所以这个相当于这个分子分母都是符合儒家的，这个 normalize 起来我就不太懂它什么意思，我觉得用人口是一个比较好的 control。 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意
就王清同学的 study 里面，其实 XY 是不同的朝代，这种就有点类似比较热门的这种 persistence study， 就是从阿斯莫古鲁这个 colonial region 开始，大家都比较喜欢用这种古代的 X 对现代 Y 的影响。但是在这篇 paper 里，这明显不是王群同学想要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 justify 你用的是明代的 X 但是用的是清代的 Y， 你可以稍微至少做一个 correlation， 把清代和明代的烈女在这个cross section 作为 correlation， 然后说他们 correlation 比较高，就说明明代烈女多的地方清代苦兵也多。我觉得这样你可以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可以稍微 justify 一下。然后下面就是 identification 了。我这个地方 slides 就做的比较短，主要是口头做，因为有更重要的东西我才想在后面谈。首先就是这个 model 的选择。我觉得 negative binomial 用在这种 count 这种 y variable 是一个 count 的 model 上，我觉得确实很直观，这个没有任何毛病。甚至如果零很多的话，可以换成 zero 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但是我觉得一般在经济史的研究，像放一个 OS 在前面，我觉得还是比较直观的。大家会想先看一个 OS， 然后你再放一个 negative binomial 之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工具变量，就我觉得从两个层面我都有一些疑问，就是说首先是这个 exclusion restriction， 就是我觉得战争相关的信息，我觉得对科技的影响，我觉得反而是很明显的。因为我自己的之前我说我用 invention 作为一个 proposal， 就是说我当时也是觉得，我当时是 test 了战争对 invention 是真的有影响的，因为我觉得它的 channel 会很多，不光是从这个 X 来，而是比如说战争，如果一个地方战争频发，可能整个政府的注意力会更多的放在备战，然后就像秦朝各种屯田，在农业上是不是发展比较好，然后像秦朝，对，然后像明朝可能就是因为要因为战争，所以在军事科技上比较发达，我觉得科技还是会有影响的。然后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 concern 就是说这个地方烈女呢是用来 measure proxy 类型化的，那同时战争又影响到烈女的数量，但是难道这个逻辑是说战争会影响类型化吗？我觉得这个不太会吧，战争不会说战争发生的地方那个地方儒家就类型化比较多，因为你这个地方容易被大家忽略，就是你的烈女是用来反映类型化的，那战争影响烈女，那是不是说战争会影响类型化？我觉得这个 channel 可能就逻辑不太直观，对吧？这个大家可以想想这个XYZ 这三个链接，第一个链接是战争到烈女，然后第二个链接是烈女到类型化，那你相当于是说 X 等于 Z， 战争会影响类型化，但这个可能逻辑上不太通，不太会影响类型化吧，战争的话。然后最后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谈一些这个项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inspiring 对我个人来说。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未来有很多可以拓展的，我觉得首先就是今天在 slides 的开始 presentation 的开始，王春同学讲到的这个对儒家科技发展的正反这两个学派的争论。然后正方就是说人力资源了，就促进人力资源，我觉得这个观点主要大概也就是说儒家对知识生产的这个 quantity 应该是正面贡献，反方就是说类型化保守化各种，我觉得这个可能主要是反映在 diversity， 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猜测。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争论其实可以融合成一个 hypothesis 来检验，就是说儒家对中国科技的发展是否是一个 trade off between quantity and diversity。 因为对人力资源的 measure 这两个维度都很重要。然后这个确实听起来比较大哈，如果要 test 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觉得就是对数据的要求就以下几个要求。首先就是你得同时能够 measure 这两个维度 quantity 和 diversity， 因为目前我们看到 measure quantity 的是比较多了，然后 diversity 呢也有开始有研究，就像我第二条里面写的，就是目前也有文章为了研究某个具体领域类的知识创造，他去统计该领域类的 measure， one of the three measure 吧，就要么是统计书，要么统计人，那么统计这个 invention。 但是如果你要真正反映多样化的话，你还得用总量来做一个分母，要进行 normalize， 所以我觉得 diversity 和 quantity 都得有。所以是借着这个对数据的要求，我觉得这三大 measure 当中只有数据存量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我觉得这个是潜力最大的一个数据，就是它的进入门槛是很大，因为从二十四史的译文志里面呢，你是可以看到题目，但是你必须要有作者的信息才能去有这个时间和地理上的维度。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要人工的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挑战的，但是我觉得天花板这个数据很高，另外两个数据的 invention 和科技人员，我觉得天花板就在哪儿了，就很难完成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要求，因为它的量科技人员的量太少，然后 invention 是很难做这种diversity 上的 check 的，就很难去 code 它的 diversity。
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受王琛同学的这个启发，我觉得我个人对这个科技这方面的兴趣，就是下一步我也想尝试一下，就是用书籍存量来整理，看能不能完成建造这样一个数据来 test 这些比较重要的话题。然后这个就是我今天的comments， 我先 stop here。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段黎，非常感谢你的精彩点评。那么王姓，你要不要可以用个一两分钟来简单的回应一下段黎的这个点评，好吧？好的好的好的。首先的话呢，就是段黎的这个对于三个资料的 comment 是非常高屋建瓴的。的确这个前两个比如说用事件呀，用成果呀，然后包括用人员来说的天花板都比较低，然后这个用科技文献的话是最有前途的，然后也需要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量的投入，然后我也非常期待段黎的作品然后有新的问世。之后的话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这个这个识别上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是完全接受的，特别是工具变量这一块，然后很绕，然后我也没想太清楚。另外的话就是对于这个我其他地方的话一些 defined 的不足，我后续的话呢在博士论文中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动。然后我也非常期待然后能够有段黎更多的交流，其实已经交流过一次，这次还是有新的发现，谢谢段黎。OK，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接着进行，我们有请我们港大商学院的栾孝阳同学，也是进行大约十分钟的点评。好，有请。好的，谢谢老师。大家能听见吗？可以。好的。非常感谢王庆博士这个非常精彩的展示，还有两位老师就是给我这个机会，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是对文化史这块更感兴趣一点，然后刚才的话段黎同学是对这个科技方面点评比较多，那么我的话可能就集中在文化这块，然后我没有像那个段黎同学准备这么充分，就也没有 PPT， 就这么开始说吧。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处理文化史的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也看到很多学者去用内省化或者是内向对外向或者内上对外往这样的词汇去描述理学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有些时候他们在我看来其实更像是一个对结果的描述，而不是对这个原因的一个分析。举例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去对比程朱理学吴王心学，我知道王庆博士是把就是理学心学当做理学一分支，我们暂时把它来拆开来看的话，那么心学它的研究的方法其实看起来是比理学更加内向的，因为理学至少还谈说我们格物致知，而心学就像王庆说就致良知，理就在我们心里，就像某 Peer 说的，它其实是一种更向内更看自己这么一种方法。但是我们去观察心学的成果的时候，就经常发现就是它是能带来一些外向的积极的结果的。你比如说心学里面泰州学派的这个性解放运动，那么它其实对与这篇文章相关，它其实会减少恋女的数量的。再比如说心学传入日本之后，它跟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联系，那么如果说就是心学描述的是一个就内向性描述的是原因的话，你如何解释这样外向性的结果呢？然后再一个点就是黄仁宇先生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的思想家从这个秦汉甚至更早的时代开始，一直以来的一个包袱就是说他们的学术总是要被政治所绑架。那么如果说理学天生就是一个内省学派，那其实这意味着中国的学者第一次能够把自己从这个就是政治斗争里面去脱离出来。而事实上朱熹确实提倡一种就是独于政府的道德，他认为道德是我们这些学者定义的，你政府是没有，皇帝是没有权利定义的。那这其实是看起来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事情，你比如说我脱离了这个政治斗争，我去醉心于研究数学，那看起来对于科技也好对经济也好应该是有积极贡献的。所以说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内省它我感觉它描述的是一种结果，就是理学的表现出来的特点也好，还是说是中国社会在理学的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也好，而看起来并不能很好的描述它为什么成为这样。而至于它为什么成为这样，我在做的尝试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是否可以用道德主义去解释，就是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区别。因为比如说我们把程朱理学跟其他学派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跟王阳明的心学跟王阳明的心政对比起来，那么朱熹和王阳明他们都是有很崇高的改变世界的愿望的，但区别在于王安石的态度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态度，他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理财，是增加财富，然后教育和选拔人才都应该是以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为主，就是财务也好啊，水利也好啊。然后他运营长平仓的时候也是一种半商业的模式在管理。而朱熹他想做差不多的事情，但是他是道德主义的，就他认为道德是这个社会进步的动力，那么选拔和教育人才都应该围绕着他们的道德水平来进行。他运营社仓的时候也是很多的依赖于这些社会精英的道德觉悟，让他们自愿的参与。
再到后来到就是元末明初的时候，像宋濂这些人，这些理学精英去引导着朱元璋以道德为旗帜去改造整个社会，到最后就发展成一场道德大跃进，就除了给社会留下满目疮痍之外，你很难说他有什么财富。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就是理学的特点并不是他们不关心世界，他们并不内向，并不是先天就内向的，而是他们经常以道德的手，他们习惯以道德去作为改造世界的目的和手段。而事实是像黄仁宇先生说的，就是以道德去解决技术的问题，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办法取得成果的。所以看起来他们就是一事无成，是很内向。就是你比如说像王安石，他的失败好歹你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是留下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讨论的，而理学家他们好像就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让他们看起来变得很内向。所以就是您的那个论文里也提到嘛，就是内省化它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过度的道德主义。那么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干脆就是用道德主义、功利主义去取代内省与外向这个定义？因为就是内省与外向它是有点就是成败归英雄的感觉，就是好的就是外向的，不好的就是内省的。那么这样的分析的话，它是否会就是有自己的一定的问题？然后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内省化或者说理学发展的一个内生性，就是刚才这个段岭学长也讲到，就是供需变量的问题。那么我其实想讲的是，我们抛开供需变量，抛开就是实证也好，数据也好，我们如何去解释就是中国的理学，就中国选择了理学，而理学又转向了内省化？因为我们回到就是北宋的学术源头，你比如说胡元，就是宋元学院的第一卷，他开学校的时候，他是不只教这些性命义理的道德上的事情，他也教就是水利啊、军事啊，这什么都教。你再到后来王安石，像刚才描述的，就更激进了。你再到南宋，就又有叶适，在浙江叶适、陈亮这些人的士工学派。那么也就是说，截止到北宋甚至南宋，中国的学术文化都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那么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理学？而理学一开始它也是一个有很崇高的志愿的，甚至像 John Dardis 所描述的，直到方孝孺被朱棣杀死的时候，他都一直想用自己的道德是去改造世界。那么就是说，我们去说理学导致了中国的封闭，这个说法是否公平？还是说中国的社会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某些特质，会导致我们走向这个封闭的结果？因为再说的就是多一点的话，就是理学的这个内省功夫，它其实还有佛家禅宗的影子。那我们是否可以说，如果没有佛教的影响的话，理学也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就是对，就总体来说就是这么两个点吧。谢谢。好的，谢谢小杨。王庆，你有需要回应的吗？我补充两点吧。首先的话呢，就是向阳提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理学在理学生成过程中摆脱政治影响的这个话题，就是像牟宗三先生讲，就是所谓的道统的建立嘛。那么我们要去驯化王权，甚至驯化皇权这个过程，就像你说的，方孝孺不是失败了吗？然后这个过程的话呢，我非常的理解，但是我没有想好怎么去跟科技去嫁接这个问题。然后我下面可能会再多去考虑一下。另外的话呢，我有一个非常就是视野被打开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这个中国这个在可能一千年的时间尺度里，这个道德主义和它的对立面功利主义或者所谓的工具主义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它跟科技是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多的发现，我之后会去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谢谢小杨。谢谢你。好的好的，谢谢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有比较充分的时间转向这个观众问答的环节。这个王庆，我们需要你这个，我们问一个你答一个，好吧？哎，好的。对，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答，是吧？马老师，那个我加进就说一句那个 OK， 因为跟刚才王庆和两位点评说的有一些相关的，就是。因为关于那个李约瑟之谜啊等等的一些讨论都非常多了当然有的时候我想一想，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要点呢都没有太多的那个谈到的，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孔子的背景的话是春秋那个时候内战很多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很多，内乱也很多，所以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孔子选择追求稳定而不是追求增长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因为在那个背景之下追求稳定而不是追求更多的增长，追求那个有更多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就产生了后来的，特别是在宋代科举考试以后这个
就更加往那个追求稳定，按照王静说的是内省化的方向走啊哈。所以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李约瑟还有那个 Mokio 等等，从那个增长的角度，从那个生产力提升的那个角度去判断那个儒家社会，是不是有很多的科技发展，有很多的那个发明创造啊哈。可能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做这种研究之前，就可能应该有的一个结论就是，像儒家社会，它本来是追求稳定，而不是追求增长的，不是追求这个生产力的最大化的，而我们又偏偏要拿这个生产力这个指标来判断儒家社会是不是在这方面做得很突出、很成功的。要问孔子的话，孔子会觉得，你完全找错了地方。我的初衷不是想要追求那个收入越高，那个人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增长的那么快，而我更关注的是想让人们相互之间的互助，那个应对风险和那个和平的生活等等，这些是我的那个最主要的出发点。而你们偏偏要拿那个增长科技来判断我推出的这一套哲学、人生哲学是不是，对于科技发展是很有帮助的。那我可要是我是孔子的话，我会觉得你们完全是歪曲了我的那个初衷啊！你们离开我的初衷来评判我的那一套，哲学的那个价值和贡献。那本身的话，我不愿意跟你们再谈了，因为完全你们不理解。我的那个图我就想补充这一点。好，下面马老师啊，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OK， 王庆，我们我其实刚才一直在抽空组织这个观众的提问，因为非常多的问题今天，所以我就尽量把一些问题合并一下，类似的问题合并同时呢，就是刚才你们三位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我就尽量不再去重复了，好吧？嗯，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内省的概念问题，有这个朋友问到他和这个西方近代科学发生的这个哲学方法里面的反思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有没有什么联系，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呢，还有人问到一个相关的，就是内省化代表的是个人更关心内在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关注个人的职业专业水平。那么作者也提到这与理学改革有关，那为什么不从心学和理学的代表人物及著作视角来构建内省化的指数，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明白，这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内省化跟西方的这个所谓的反思这个东西，我不太了解西方的这个反思这个概念对应的是哪个专业的术语，我可能不太了解。因为那个西方的话，就比如说像这个近代科学的产生，可能更多的话，第一个源头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阿奎那革命，然后更近一点的话呢，就比如说是这个机械主义的兴起，这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思潮的一个转变。然后这个提问者，然后您提的这个反思是什么，我不太清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您问的说从心学和理学的代表人物及著作视角来构建内省化指数。是这样的，我有这样的想法。最开始的话呢，我想去借鉴研究室，就是那个 R.K. Merton 的研究，就是我们都讲说知识分子兴趣迁移了嘛，那我们就把这个每个知识分子的研究了什么，我们把它标出来，然后就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至少来说可以作为一个 panel 的数据出现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个里边的话呢，国内学者里面那个苏战是应该是自然那个中科院自然研究所的吧，然后他已经博士论文做了一个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觉得可能重复起来的意义不是特别大。然后他虽然说没有做一个非常那个规范的一个量化研究，但是在统计上他也发现了，就是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程朱理学一脉所谓的洛学的兴起，然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内省化的出现。至于这个怎么去进一步的量化的话呢，其实也就是 Merton 那个做法，还是需要数据作为后盾。好的，那么接下来是一个 follow up，
也是一个很相关的问题。刚才稍等啊，刚才这个跳到哪里去了？对，内型化更多的是一种思维结构化的方式，本身是多维度多端的，内含着促进与阻碍的因素。成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是其内型化方式的一个产物，列女的产生是其理论中的一个结果而已。本身并不能反映儒家内型化的全貌，所以这样用列女人物数据来衡量会不会有偏差。我这里我加一个我的一个看法哈，我也是有一个类似的看法，就是说因为你这里研究的是学术是吧，是学术对科学发展的影响，都是这个我们叫 knowledge elites， 都是一些上面的人在玩的东西，特别是在当时。那么列女呢，实际上是特别是朱熹以来这个推广的一个这个民间基层的一种道德教化。那么你用一个民间基层的一种老百姓的普通老百姓，甚至是一些不识字的人的一种道德教化，来反映这个上层知识精英阶层的这种内省的这种研究取向，或者说这个思维取向，会不会在概念上有一个 gap？ 在我的，就我觉得他问的也有这层意思，你是怎么看的？就是我没有那个特别充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之前也大概听到过这个类似的反馈，然后我简单的先回应一下，就是在这个文章里的话，我可能会这个逻辑上是认为说，我认为理学的内省化它是有很多个分支的影响，那么我认为就研究其中的一个分支就能够去说明一个整体的问题，就是至少能部分的说明一个整体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像您说的，我为什么要通过一个研究这个精英的一个问题，然后但却用老百姓的这样一个行为去做解释。所以说我在文章里去强调的说，这个当时的话是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列女生产机制的，那么相当于是这个国家宗族跟个人之间它形成了一种就是所谓的社会默契。那这个默契的形成的话呢，就是上下其实是一体的，就是我在我的博士论文里去画了一个图，然后那个图的话呢其实是金观涛先生的一个图，他就是讲说是这个理学加上科举是怎么把中国社会给穿起来的这样一个概念。我可能这里面没有显示，我觉得能够部分的回答这个问题，但像您说的这个偏差存在吗？存在的。好的，谢谢接受这个批评。好的，谢谢。这也正好连到了另外这个几位同行问的问题。比如说有人问，明代中后期有一波全新的新儒学革命，从阳明心学开始到明代晚期，在社会精英阶层中甚至接近于显学，到了明末我们甚至看到了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这样的作品。我记得你也提到过黄宗羲。开始讨论君主立宪，考虑到王博士数据中主要依靠的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数据，不知道王博士如何看待这些社会精英层面思想出现的转变。当然这个问题问的不是很具体啊，我猜他可能是想问，就是说到了明代晚期以来，这个社会精英整个的这个阶层里面，这种思想出现的变化，包括心学，包括其他学派，会不会对中国的科学产生一种影响，而并不是单单讨论一个内型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是你是怎么看的？好的，我可能要分为两方面去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的话呢，就是说，像校长也提到了，那么心学其实是比这个理学要更加，如果是按照我的定义来看的话，是要比这个理学更加内省的一种儒家的一个分支。然后就是其实像这位提问者提到的，那么在这个明代中期以后，就是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思想，其实在社会中已经基本处于一个僵尸的状态了。那么就是当时的一个时尚，就是要去这个学习王阳明的这个理论。大概来说的话，就是王阳明死后可能十几年20年之后就是风靡全国了已经。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认为不太影响我的这个结论，因为这个理学它的这个心学的兴起跟传播，它导致中国的话就更加的注重这个所谓的伦理化呀，然后更加的注重自我，这个方向上是一致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您提到的说这个跟这个内省化对于科技的影响，会不会因为这种新思想出现而产生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变化的话应该是加剧了。
就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去重新评价这个西学东渐这个过程。西学东渐的话应该是很多人都扼腕叹息嘛，这是我们的一个窗口期啊。的确就是它只是对这个上层知识分子中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大概可能也就是两只手数得过来的这样的代表人物。其实跟当时的这种社会风潮是有很大关系的，特别是您提到的这个理学的这个变态。OK， 谢谢。好，那我们就不再讨论这些概念性的问题了，或者说这个背景性的问题啊，这些是我看到这个观众里面有很多可能是史学家在提非常专业的问题。回头我们会把所有问题都转给你。那么接下来我们转向讨论一些我们经济学家更擅长的是吧？这个方法数据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是不同地区对列女记录的重视程度是否可能不同，或者说列女指标可能受地方特征等遗漏变量影响，是否应该在回归中多纳入一些地方特征？当然你已经纳入了很多了是吧？我觉得这个地方它的第一句话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说是不是要讲一下各个地方是怎么样去记载列女的是吧？尤其是我记得特别是明朝和清朝的时候，其实这个封列女是有点这个受各个地方在互相竞争的，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被朝廷这个表彰一个列女，这是一个大的事情是吧？是一个 glory。 对，那么你是怎么看的呢？就是我现在的话就相当于是用现有数据然后进行了一个尽量多的控制，但是就是马老师您提那个思路嘛，我应该去看文本，就是我选几个代表性的话，比如说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然后呢以及这个就是商业发达地区，他们都是怎么计数的，然后我进行一个文本识别，然后大体上先做一个判断之后然后再去找数据，我觉得这样会好一些。 OK，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比较 critical 啊，就是他们内省化指数的地区分布表明四川陕西地区具有极高的内省化程度，不过奇怪的是理学心学的大本营却是在江南地区，就是东北沿海，这似乎与内省化的指数分布不一致，这应该怎么理解？其实我有也有一个类似的疑问，就是你在前面给我们展示过一个图，就是左边是科学家的分布是吧，右边是那个内省化的指数。我也看到就是这个西部地区尤其是四川呢、包括陕西甘肃啊，它这个阴影特别深嘛是吧，而东部地区就变得阴影特别浅。就是这个可能在直觉上会大家会有这么一个疑问，就是这些四川还有陕甘地区实际上学者是很少的，就相对来说是很少的，就更不用提有多少内省化的这些学者了是吧。对，所以这可能会让人怀疑，就是你的这个回归结果这个负显著的这个系数有可能是东西的这个不平衡造成的。所以说这就回到段黎还是谁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用人口来作为你的分母来这个 normalize 一下这个列女的数量。因为你的这个现在用的是人物嘛是吧，人物作为这个分母，这个可能人物各个地方记载人物的标准不一样是吧，我认为他是个大人物，但是其他的那些地方这个人可能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人物是吧。对，对，这是由这个问题想到的，我也顺便谈一下我刚才的一些看法。对，你讲。对，我先简单的回应一下。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在这个文章中对这个地理变量进行一些控制，就是加入了经纬度嘛，然后可以稍微解决一点点这个问题。然后像您提到的说这个陕西四川地区，然后这个没有大儒的地区怎么内省化程度更高了呢？这个事情，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这个指数，用列女除以人物的话，然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替人类资本，它可能更多的是它既有这个省际之间的比较也有省内的比较，然后我在这个控制到这个省级固定变量之后的话，这个固定效应之后的话，其实这个在技术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控制。然后具体的话怎么去进一步的解释，我接受这个段理和小明学长的一个批评，我应该去把这个把大家进行这个标准化处理一下，把人口因素先剔掉之后再说，然后就不出人物了，也是可以的。
这个结果我看了一下，然后也能接受。好的，谢谢。我看看下面的问题，下面，对啊，也有人问到，就是刚才段理好像也提到，这个农民战争会不会对当地人力资本有较大的破坏，是吧？从而影响科技人员的数量，就是一个你的这个工具变量可能有一个直接的影响的问题。还有一个人问到一个相关的，就是说，其实这个明清转型其实已经对中国的这个学术的地理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你用的恰恰是明清转型这个农民起义的分布，是吧？它可能本身就捕捉了一些这个影响中国学术地理分布和科技产出分布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清军入关，是吧？在江南地区，在很多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一些暴力，是吧？对，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在你文章中讨论一下。对，我们现在还剩下还有几分钟，我们刚刚收到一个问题，也是问关于列女和这个内省化的关系的。这个问题是从义理分书的层面上言之，清学确实与宋明理学有根本上的区别，但是并不代表前者会导致更宽松的思想环境，恰恰是由于缺乏一个transcendent 的道德来源，清学甚至更倾向于道德严格主义，如以礼代礼的思想，礼是礼貌的礼，后面那个礼是理学的礼。因此列女与内省化是否有必然关系？这个东西的话呢，我首先第一点的话，我用的是明代的书籍，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列女跟这个内省化的关系，我可能不太认为说是内省化一定就是直接就跳到了列女身上。可能这个关系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理学革命之后，这个儒家文化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分支，一个转向，叫做内省化。另外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些内省化之后的又会产生一些其他的分支，然后这个分支的话呢是对于这个，因为这个内省化的话呢，它是一簇这样的一个变化，其中就包括三纲五常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去跟这个列女发生影响。我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像您提这个清学的这个变化这个事情，在实证中怎么去控制，我可能还要再去想一想，是不是还是通过这个地域去进行控制会更好一些呢？好的，谢谢。现在我觉得问题我已经帮你筛选的差不多了，就是我把就是刚才孝阳和段理已经讨论过的都已经过滤掉了。那么最后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数据方面的问题。好的。地方志从宋代以来才开始普及定型，明清以来是地方志迅速流行的时代，会不会单纯因为明代以前的地方志记录比较少呢？就是说你这个结果科技著作比较少或者是什么，是不是由于记载的原因？这个的话呢，我目前没法给大家看数据啊，但是我正在做。我现在做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要把这个明代，因为那个结构很好看，就是明代是按照朝代来分的。我想把它做成一个 panel 的数据，大家会看到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变化，就会更加好看了。然后您提到的这个宋代以前没有这个地方志的一个文献的，确实是存在的。这个数据上的确是没法再往前延展。就是我可能下次再做的话，会把这个。南宋以前，然后就作为一个至少来说的话，就是至多只能切两个截面，再多的话可能就做不到了。但是我会之后继续把它做成一个 panel 的数据，然后去呈现给大家。OK， 最后可能有一个这个更多的是像一个 comment， 不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这个转给你，供你考虑。儒家文化似乎向来更注重内。最早期的儒学就有三省五身、克己复礼、子不语怪、立乱神之类的说法，似乎儒家文化的传统就是重视自我约束，重视探索人类社会多于重视探索自然。这样来说的话，宋明理学内省化具体体现在哪里？作者如果对儒家文化的历史演变，演变历史做一个更细致的说理，可能逻辑会更清晰一些。这个是供你考虑，好吧？谢谢老师，就是我还是说那句话，我对儒家文化也非常非常的粗浅，就是完全是造次了。
非常的不好意思。好，谢谢谢谢，这个非常感谢你的精彩演讲和这个问答。陈老师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这个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可以到这里。我没什么进一步的问题，谢谢谢谢。那个我只想那个说一下刚那个在 Q&A box 里面吴佩玲说的经济学者研究所利用的数据大多不靠谱，呵呵，所以这是让我们要多多的那个引以为戒吧，要特别小心那个数据处理啊，要做好。好，谢谢。好的，好的，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再次感谢三位的今天的精彩的演讲和讨论，再次感谢这个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听众，以及各位非常精彩的问题和点评。最后我们来预报下一次的这个量化历史在线讲座。大家从屏幕上已经看到了，这个下一次这个讲者是我本人，就是我们就是利用自己的平台来这个宣传一下自己的这个正在做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我和陈志武教授正在进行的，关于这个儒家的这个家族制度作为一个风险分担的制度，在历史上对中国人口增长产生的一个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前工业时代，在一个所谓的马尔萨斯时代，这个儒家的宗族和家族组织是不是起到了对中国的人口爆炸，是吧？人口增长起到了一个显著的影响。所以说欢迎大家来提出批评和建议，因为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那么今天我们到此为止，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讨论和参与，谢谢，再见。好，谢谢，谢谢。